人生百态，娱乐开怀，欢迎收看谈笑余生。虽然现在倡导自由恋爱，但如果对方在品行和经济方面无法令人满意的话，父母还是会出面干预的，尤其是女方的家长。但爱情终究是自己的事情，所以有许多孩子会不顾父母的劝阻，毅然决然与对方结合。只是不被看好的婚姻，多半结局都不会很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一位日本女星松隆子，当年就曾拒绝听从父母建议，与长相差强人意的佐桥佳幸结了婚。但这段婚姻不止在婚前被反对，哪怕结婚六年，岳父也没有承认这个女婿。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看在松隆子的身上发生过哪些故事。松隆子本名藤间隆子，从艺多年，曾获得过无数奖项。父亲是九代木松本姓四郎，年轻时是六代木氏川然五郎，本名藤间昭晓。哥哥是七代木氏川然五郎，本名藤间昭勋。姐姐与姐夫还是著名的演员。而他的侄子就是那位被称为日本第一贵公子的八代木氏川然五郎藤间斋。松隆子的长相算不上惊艳，辨识度也不高，但却十分具有亲和力，而且他也不是靠脸吃饭的那一种，属于实力派。出身于演艺世家的他，自小受戏剧熏陶，16岁就以艺名松本幸华与父亲一同演出，其后凭出演大和剧《花之乱》正式展开演员之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他与木村拓哉首次合作于《悠长假期》，当时松隆子扮演与对方暧昧的师妹，气质清纯的她随即打开了知名度。之后他又接连与木村拓哉合作剧集《恋爱世纪》《Hero》等，创下极高收视率，后一部剧更是在大受欢迎下先后推出两季电视剧与电影，还屡次打破了日剧收视纪录。一时间两人也成为了观众心中的金童玉女。在那时候，媒体关于他们的报道中经常能看见荧幕情侣等字样。松隆子在走红后开始将事业重心放在电影和舞台剧上。2017年，他在主演爱情悬疑剧《四重奏》中完整地呈现出成年人的爱情，该剧集被封为年度神作，他的演技也受到了广泛的好评，还夺下了首个视后奖项。其实专注发展电影的他，在2009年就已经凭借《樱之桃》与《蒲公英》夺下影后，而令整个亚洲都留下深刻印象的，则是2010年的悬疑电影《告白》。他在其中扮演为爱女复仇而算尽机关的中学老师，亦正亦邪的演技让他摘得了影后宝座。在岩井俊二导演的《四月物语》中，他曾饰演羞涩清纯的北海道少女雨野卯月。电影讲述了只身来到东京武藏野大学念书后，流野卯月的日常生活及恋爱心情。这部电影还让他获得了国民玉女的称号。而且他不仅演技好，唱歌也非常好听，至今开过五场演唱会，拥有许多脍炙人口的代表作。此外，他还作为声优出演过多部作品，比如《冰雪奇缘》和《冰雪奇缘2》，为其中的姐姐艾莎配过音。入行多年以来，松隆子一直有不少绯闻，例如木村拓哉、真田广之、大泉洋等全是一线影星。不过他最终却与大16岁的佐桥佳幸结下缘分。佐桥于1983年担任摇滚乐团的吉他手出道之后，曾为小田和正、桑田佳佑等乐坛大人物做吉他伴奏，属于实力派音乐人。2007年的时候，松隆子在他的官方社交账号中表示，他与佐桥正式向户政机关提出结婚登记。这在当年是继男星小田切让突然宣布将与女星香椎有雨结婚之后，又一桩闪电结婚的讯息，颇让日本影剧圈人士和他们的粉丝震惊。他也在部落格上写道，这个报告来得太突然，但对我们两人而言，我们是很慎重地在思考此事，绝非闪电结婚。还表示自己是通过音乐与佐桥相识的，
被他为人处事的魅力所吸引，在经过岁月累积之后，决定一起迎向今后的日子。其实有关两人交往的消息在此之前就已经被媒体大幅报道，原本是说可能于宣布的隔年才登记，未料却提早了。据悉他们两个于2001年结识，当时左乔负责松隆子第一场全国巡回演唱会的乐团作业，后来负责他的专辑制作。2004年3月被杂志爆出了两人在热恋的消息，但后来一度分手，中间松隆子还被传出与男星山本耿史交往，最后他与左乔又因工作再度合作，恋情复燃。两人结婚那年左乔已经50岁了，而之前还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这样不般配的两个人自然是引起了很大轰动。别说其他人看不上，就连松隆子的父亲松本幸四郎都无法接受。作为日本著名的歌舞伎演员，松本幸四郎拥有很高的地位，当看到松隆子选择的丈夫是一位比女儿年长16岁，身高比女儿矮6公分，长相与女儿宛如两极的男人时，他甚至还直言道看见他就恶心。所以提亲时松本幸四郎对左乔全程黑脸，即便是到了结婚的6年后，他依旧表示反对这门婚事。有次夫妻俩观看歌舞伎闭幕演出时，长发花白的左乔一直陪在松隆子身边，他手腕上还戴着民族风的手镯，胸口衣服大开，露出晒得黝黑的皮肤。演出结束后，松隆子和左乔对视一眼，为父亲松本幸四郎感到开心。之后他们和松隆子的母亲藤间纪子一起去休息室，但据歌舞伎界的相关人士透露，当天休息室气氛十分紧张，而且松本幸四郎一直没有放弃把女儿拉回家，常说不管什么时候想回家都可以，房间会一直给女儿留着。虽然一直被瞧不上，但左乔一直努力和岳父搞好关系。还有知情人称，左乔从和松隆子结婚之前就很喜欢歌舞伎，他本人还是松本幸四郎的忠实粉丝，所以总是去看他演出，即使松隆子不去他也会一个人去，但每次看完演出去休息室问候，松本幸四郎根本不愿意与他交谈，这时候都是岳母藤间纪子打圆场。直到2015年松隆子生下一个女儿，松本幸四郎才表现出接纳的态度，表示外孙女长得像妈妈，很漂亮，两家人的关系也终于得到了缓和。生下女儿之后，有次记者去家中采访松隆子，恰好那天是周末，她正带着女儿练习最新舞台剧，见到记者来还看着女儿微笑道，最近没怎么陪女儿，想多陪陪她。在采访中她也回忆了许多事情，说自己的母亲是个很普通的人，但有时候看她打拼不容易，就会给她一些建议。妈妈一直都是笑眯眯的，给她传递了乐观豁达的态度。回想过去，她很少看到母亲严厉的样子，对她兄妹一直很温柔，而她如今也这样对待女儿，还说这才是母亲应当有的样子。回想起1993年初次站到歌舞伎舞台上的感受，比起紧张更多的是开心。当时练习的时间很短，他最开始只是很单纯地站在台上，直到后来才意识到真的好难，因为每天都要练习，但是完全没有进步，慢慢的还开始害怕，尤其是没有台词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该怎样站在台上，就连简单的站立和走路也无法做好。而说到自己之所以会选择演艺这条路，他说小时候看舞台表演，非常喜欢里面的英雄人物，对我来说剧场就是梦想之地。父亲除了歌舞伎以外也出演其他舞台，我从小就观看过这些表演，这方面要感谢我父亲。记者问道，看着父亲他们的表演，有没有想过自己要是个男孩子就好了？松隆子说完全没有，反倒更想工作了。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总有人说他是沾了父亲的光所以才能火，但在他闯出成绩之后就再也没听到那些话，就连他自己也忘了沾光的事。他自己也说，正是因为那样的评论才让我有了努力向上的动力。然而在外人看来，他的事业一帆风顺，在演艺圈举足轻重时，他却说
表演工作可有可无，演员是可有可无的存在。松隆子作为歌舞伎出道已经有将近30年，历经多年的表演岁月，他对演员的认识也有了不少变化。他说，从事这个行业，说好听点，就是要做的话就努力去做好，但说实话，其实我也是在欺骗自己。而他之所以会这么说，是因为他一直都希望自己能够被认可，比如被认为自己比那些人做得好，能让观众看完以后收获到一些东西，这些对他都是很有成就感的事情。另外，他也很讨厌那些为了被接受而对表演谄媚的做法，感觉这样很没意思。他还向记者分享自己的生活，笑着说很喜欢回家给女儿做衣服和手工物品，但也有无奈的时候。真正做了之后，他才意识到在布料上按照纸板模型裁剪原来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有时候也会后悔为什么要做这个，但细心完成以后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当时还拿出自己的作品自豪地说，裁剪缝纫的过程是一项充满紧张感的工程，既费时间又麻烦，所以也把它当作一项打磨心态的事情来做。现年已经44岁的松隆子确实如他所言，已经完全将重心放在了家庭上，但事业中的他依旧能够受到肯定。去年2月还曾受邀出席奥斯卡颁奖典礼，并为之献唱，成为首个登上奥斯卡舞台的日本歌手。都说传奇总会落幕，但相信他在演艺事业中贡献出的经典作品和成绩会一直被人铭记在心。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想看更多内容，记得订阅点赞，我们下期不见不散。